一直在联系。哎呀，虽然秦末农民战争也是沉重无果，两个泥腿子起了哄，但是最后真正把秦朝天下掀翻的是谁？西楚霸王还是贵族啊？但此后所有的历史经验告诉他，泥腿子造反是没有成功的，只有贵族造反才有用啊，对吧？这杨广能够吸取到的历史教训就是这样，所以他认为。过度的使用民力，只是老百姓苦一点，但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业，还是值得的，也不至于惹出什么巨大的麻烦。只要贵族阶层还在我的手里，我还能控制得住，就不至于。